台南大学的林正彦，今天为大家带来 这首暗部证明的 Eternal。 那其实它的中文名字是永恒。那其实我想了很久，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那其实在有一天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弹这首歌，内心涌生出一种喜悦，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代表又是永恒的喜悦。谢谢。哇，永恒的喜悦。